套，滴滴滴滴，二，我的脚吗？想吃香肠，还有冰淇淋。不要碰我！我说啊！Hello， 我们是夫子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开启接收所通知。那今天我们要开始喽，三二一。Hello， 我们是夫子道，我是阿凯。今天没有理哦，但今天是情人节，我决定要拍一个情侣的 plan 的活动。那这个活动要怎么进行呢？因为大家知道，我们以往啊，可能情人节就是可能去约会啊，或者吃个大餐就过了。因为理欧呢，一直都有在玩一个由 Selina 代言的高自由度时尚生活手游《以闪亮之名》。我跟理欧约好，待会3点要去儿童新乐园约会，庆祝情人节，我就会扮成噔噔。这是我在理欧的那个手游里面截图下来的一张照片，我会完全还原，就好像从游戏里面走出来一样，去跟理欧约会，那他完全不知情，然后我很期待会看到他的反应会是什么。你好，你好，小妖跟 Elma 他们今天就是我的专属化妆师。到时候呢，要讲一下那个《以闪亮之名》呢，它里面有捏脸系统，就是我刚刚这个眼影啊，还有我的脸，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。但在里面呢，只要动个手指头，就可以捏出你想要的脸，然后画出你想要的妆容、身材啊，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变成你想要的样貌。说好要给我们一人抽一次，哎、欸，就是他可以十次里面，就是一人会抽十次。嗯啊，你看现在不一样，他只要里面一人会有十次机会，然后呢，就是你可以看谁的运气比较好。好，你要先抽吗？我先抽。好，那你按。哦，先抽下之后就开始领优惠。对，然后帮你开声音，然后抽很炫炮。好，好，按。眼睛，我一定有抽，但我抽好多，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抽到很多新的，哇！然后最后的光是黄色，就是好，黄色有哎，啊，有哎，哦，有开心哇，哇，厉害哎，我这个最好哎，厉害哎，有没有没有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大家知道跟我在一起比较好。女孩子尖叫，快点！尖叫，快点！哦，对，两个六颗星的新的，对啊，这很厉害吧？好吧，彩彩，大家对我好一点。好，这个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就是嘴拱，我马上就有20套不一样的衣服。那这些化妆化那么久，这些衣服都可以再自由搭配，对不对？可以。那不错。好，今天再一次谢谢我的彩妆师，他们有频道，他们叫做 Elma， 终于有频道。他是 Elma， 他是小鸭。然后他们呢，就是有很多很厉害的 coser 作品，然后跟他们影片也有跟 coser 相关的，大家可以去追踪他们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儿童新乐园跟你要约会啦，加油！凯撒琳·战鼓里哦。他已经迟到了。我们约3点，然后现在3点14分，很好。本来游乐园选对了，本来带雨伞，但后来没有下耶。好，祝你们约会成功。好棒！啊！你哪位？你哪位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嗨。有麦吗？因为没有，因为我跟阿凯，他就是说他今天就是身体不太舒服，然后请我临时来帮他代替他约会。我是他妹妹，我叫凯瑟琳。太那个戏啦！你讲话怎么这么粗俗？你是李欧对不对？嘿，这个男生很没有礼貌哎。这里的那个星座血型介绍一下啊、哦，我就是天秤座 A 型，我平常都住在美国加州，那刚好是最近就是有机会回来，我平常也可以讲一些 A B C 哦。嗯，A A
Apple D B B B 二，你有被超过我吗？你今天不是要约会吗？那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哎，因为我哥说平常就是过情人节太乏味了，所以今天就是由妹妹我来跟你一起约会。我觉得连我比较关心一件事情是，我们晚上要交的作业，你会长这样出现在床上吗？我可能等一下就会。那还在吗？还在吗？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，他在置物柜里面。谁在置物柜里面？还我！好，你买票了吗？不用买票，为什么？自己逼逼进去就好了。我有没有想说今天是一个很甜蜜的浪？浪你去死！八周年牵我吧。你真的是很没有礼貌。快点，现在我们赶快进去了。你裙子下面有什么突突的？老公，我想玩那个。太短了啦，早知道不要穿短裙出来约会了。我觉得我还受不了。你是拍照吗？我是影片。你在曝光，我 hold 住了。你在曝光哎、欸，为什么鼻孔那么大？你不会笑啊？三二，不是我的家吗？好晕哦，我家猫睡觉了。我保护你，快点，过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我怀里。进来我怀里，很浪漫，很浪漫，我保护你。哎，我想要玩摩天轮。你确定？可是我怕高。那就不要坐啊。可是你会保护我吧？不会。你怕高吗？怕高。你爱吃屌吗？我要话题突变。你在干嘛？我真的很害怕。我可以一直抱着你吗？我想跟你去很多地方。这样子吗？嗯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你爱的是我哥。对，我可以留更多一天。可以，等一下下去我们就解散。想吃香肠，还有冰淇淋。不要这样子。人讲最任性，嗨嗨嗨嗨，路好行。唔通我偷梦，梦到的梦。我的空包是巧克力口味的，好吃吗？闭嘴！好，谢谢。刚刚凯瑟琳说她肚子饿，所以我准备喂她吃我的。大香肠，哎，不是冰淇淋吗？你不是想吃香肠吗？不能够这样突然丢到别人嘴巴里面来吧？等一下，不可以这样不雅观。跟我谁比较好吃？我吃过你的啊，我哥才有吗？我都吃羊角哎。那你要吃冰吗？我怕冷，我一天只吃一口而已哦。我觉得快乐的时光过得好快，我希望可以快一点。你都不会觉得舍不得吗？好像有那么一点。真的吗？对，那就一起回家。我好像蛮觉得你好像蛮可爱的。真的吗？嗯，今天就是一个请你的 plan 的活动。 plan 有什么好 plan？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几个月前有收到以闪亮之名的业配，然后后来突然停掉了，然后后来突然又有人经纪人跟你说没有了，但其实是有的，只是我们把它改成我要变成以闪亮之名你的角色来跟你约会，有成功吗？还蛮还原的，
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谢谢我们的干爹一闪亮之名，让我今天可以这么用不一样的自己来跟你约会。那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？我们还是要给干爹干妈交代一下。好，幸好我之前有好好准备，然后我真的很认真在玩，我已经49等了，我是认真有在玩的。然后我觉得《以闪亮之名》这款游戏呢，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去打扮成这个样子，说实话不是那么容易，没有什么机会。对，但如果是在游戏里面呢，它有上千款的衣服可以任你换，从头啊、眼睛啊、项链啊、耳环啊，全部都有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非常高自由度的一个游戏哦。然后不管是它还有家园系统啊，你可以在家园里面自己煮饭、洗澡、打篮球，然后甚至说它还有剧情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还有剧情，它可以解谜。因为主角呢是一个服装设计师，同时又是一个侦探，所以它每一关每一关，它是用搭配衣服然后去破案。现在只要下载游戏登录啊，就会送钻石，还有钻石就可以连抽，就可以追光。哇！然后我其实脚本有写，想跟李欧在游戏相遇啊。李欧的邀请码是 CPCY2T4。好啊，所以我今天被整了，对吧？算成功吧？我觉得还蛮成功，我觉得你蛮用心的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记得把影片给分享出去，然后也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关注富富照的 FB、YouTube 跟 IG。因为我哥呢经营频道还蛮辛苦的，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加我哥的 IG 啊。我也要吧，我也要吧。还有那个哥夫的 IG， 哥夫是不是？对。好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呢，欢迎大家下载《以闪亮之名》这款游戏哦。然后就是可以输入我邀请码，跟我朋友成为朋友，然后我们一起在游戏里面连抽追光，然后一起破案吧。那也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关注 YouTube、FB 以及 IG， 并且加入我们官方 LINE 的账号，搜寻“富富照”就可以找到我们喽。请大家不要舍不得我。你在哭是不是？我还会再回来的。不要，我会住到大家的梦里面去。那下次见喽。